们看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才不懂像张阿姨那样照顾爸爸啊。对啊对啊，张阿姨，你干脆搬过来住吧，正好我们一家人。胡说什么？符合秤100下。是。你们两个一起坐。哦，是。还不坐？张阿姨的话你们都不听了，她要是搬过来还不给你们气死？我是动不了了。以后张阿姨的话就等于我的话。耀武，哎，你，耀武，我们看你来了。耀武，救命恩人呐、啊！我给你煲了汤。怎么了？医生怎么说？还好，只是轻微骨折，没断。做3个月的铁拐李是跑不了的了。这个何乐算他走运，要是让我碰上他，我就啪嗒，我给他3脚。这个人实在太厉害了，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么厉害的人，却走了歪路。李毅，明天就是决赛了，精武门就靠你击败袁冲了。谢谢你，为了救我，你失去了参加省代表的竞争机会。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看到何乐这样的人才走上这样的歪路，才让我明白路是自己选的。以前我老是以为自己不重视比赛的输赢，不够俊杰心，现在我才明白李老师当年说的武术到最后要赢的是自己是什么意思。以后我要走的路是把这些小鬼教好，不光教他们武术，还要教他们武德。你别笑，总有一天我要跟你决定胜负，不然精武门的掌门人是谁呢？我还是觉得你比我哥强。我同意啊。芳芳，你怎么了？你不用担心，李毅不一定会输的。芳芳已经签约也是公司了，她明天不参加比赛了。小妞，我拿拐杖行动没有问题，晚上基地见。明天是精武门成立10年最重要的比赛。虽然我们明天不是每个人都出赛，但是我们的心都在台上。精武门，精武门。
我看见芳芳了，芳芳，芳芳，我打赢汤马斯了，我赢了。都看到了，我早就来了，我是来找你们的。你们不去看我参加决赛吗？我是来找你们去看我决赛的。呀！呀本来以为你真的就放弃决赛了，我以为自己会放弃，最后我才知道，我没有办法这样把自己的过去丢掉。演艺圈的世界不适合我，我还是希望能进体大。你爸爸说的对，自己的路还是应该自己来选择。省武术队选拔赛男子组决赛马上就开始了，请各位选手做好准备。最后一位参赛者李一，只有在下面的比赛中全部取得满分，才能赢得代表资格